挑这个花生啊，太费劲。得一颗一颗的挑，里边好多好多长虫子了，我把长虫子的一颗一颗挑出来，这特别费功夫。把没虫子的我吃，都放在我这个OZ Woco 奶粉的包装盒里边。这些是我晒的老玉米豆，这些老玉米都是生的，越晒越小，全晒干了就变这么小了。这是煮熟的，煮熟的它因为这老玉米老了太硬，我就没法吃，我嚼不动，我又把它给晒干了。那说你晒干了有什么用呢？现在都有那个做豆浆机，我觉得给它做成老玉米浆肯定不错。我是草食动物，就跟印度的婆罗门似的，不那么喜欢吃肉，但是呢我也不是一点不吃。哎呦嘿，你看我地上这么多花生皮，说那些有虫子怎么办？有虫子也不能扔，有虫子我都放在这儿。这都是我挑出来的，这些有虫子的，哎，这颗应该是没虫子的，但是长得不好看，不好看了也不能要，为什么？色香味美食气，不好看了，看着它别扭费劲，让我把这些东西拿到锅里边去炒。我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的节拍，跟着大自然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早上太阳一出来我就醒了，我跟太阳同时醒。火烧的有点大，然后我把火给烧了，我给忘了。说，别看那个老五会做饭，我一看老五那些破锅全是穷对付，而且都是电破的电锅。我这儿有好多好锅，但我不会做饭。你看我做米饭的是这个锅，克莱我知道，就是陶器的，日本大概是最好的锅，老虎牌。我这蒸锅，我这个是煮汤的锅，煮汤的锅，法国锅。我这个炒花生这个，你看，大象牌的德国锅。我一炒，这个我生命中的蛋白质就来了。有人笑话我说有虫子，哎呀，哪儿都有虫子，人跟所有的生命共生。你要说你一个人你孤猫缩里翁啊，我没有东西，没有炒骨的碱。这花生啊一炒马上香味就来了。任何东西你吃它之前你先看它，它就好看。但也有不好看的，你看我这黄瓜，就是我忘了浇水了，再猛一浇水它突然长特大，就长成这样。这黄瓜既不好看也不能使啊，你说这样能干嘛。他们要是长得好的黄瓜，他们切了片贴脸上，说能吃能用，还有其他用途我就不大知道了。前一段我看一个人写诗说，这世界上什么都不能信，只能信黄瓜。我还称赞说这诗写的不错，
过两天人家辟谣了，说这诗不是他写的，他写了另外一个诗，另外一诗写的什么呢？写的是说是地震了，好多人从家里跑出来，赤身露体，一丝不挂，然后那个说把脸捂上，把脸给捂上，下边不用捂，露着下边，因为下边长得都一样，这也是胡说八道，没吃过见过，下边长得不一样，还是有区别的。但是这个我79年上屁大，我住37楼432房间，那会儿我们房间就讲这个笑话，当时不叫段子，叫笑话。后来过了10年20年，郭德纲说相声也说过，也是说一洗澡堂子里边怎么跑出来了，也说捂脸啊，下边都差不多，郭德纲说的，但也没说下边一样，世界上没有东西是一样的啊，没有两根黄瓜是长得一样的，这黄瓜都不能吃，只能用了啊，切了片贴脸上去，给那些愿意面容姣好的，我一说又忘了，这花生别糊了，就你这儿全是刀枪棍棒，你炒花生你怎么连个铲子都没有啊？这花生是油料作物，你看我这里边刚才那个大火一碰，已经都开始有糊的了，这东西啊，有的东西得生吃，黄瓜就生吃，有东西熟吃一加温，这属于烘焙食品，你一炒它越炒越香，越炒越香，你看这糊的已经熟了，应该没虫子，真香，再炒会儿更香，然后我前一段说自然的节拍，我这吃的东西都是大自然的，比如白薯，然后呢有人就都我说什么他们都信，因为说我从来不说假话，我说话可能不全面有偏颇，但我不故意骗人，然后这是白薯，这要是我一会儿我要蒸蒸我吃的早饭，他们就说唐老师你说那白薯那一滴漏七八个那个那是地里的，那是一个月前的事儿了，说我买那怎么比你说那个大呀，这才说明是真的白薯呢，是吧，它在地里长着呢，谁要是买我就通知那个甘子堡的陆书记再通知他们村老农民去挖去，这需要时间，我告诉他他再去让农民挖，顶快也得2-3天，老农民还有别的活呢，这白薯呢它不是种在大田里的，都是面积不大，山坡上啊，河沟里的边上，都是小面积的，人家不能影响人家干大活，人家收梨呀、收桃啊，收什么收玉米什么东西，一会儿他要陆书记要来找我，我说你这白薯啊，人家好多人要买，你这白薯都没了，他说自然生长的，我这白薯可不卖没了吗，可能有个别人家里边还有啊，那继续长，但长得就肯定比这白薯大了，就个儿大了不再是这么点的小的东西，也许长得也会变得难看了，就跟我这黄瓜似的，你不可能都像我喝的这倭寇奶粉啊，是吧，这洋人家是工厂造出来的，无污染无添加无抗生素无防腐剂，无污染无添加无抗生素无防腐剂，100%澳洲原装，我这肯定也都是无污染无添加剂无抗生素无防腐剂，但是长得就难看啊，这么难看买到手里边，我展示的时候都只找的好看的，不能找这东西，你说这东西也是黄瓜，够粗够长，头这样，就属于
对，又说到那个黄国诗，这首新诗，哎，这新诗我79年，我18岁刚上屁大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嗯，新诗不诗不新，哈，而且现在听上屁大的人少，少听郭德纲段子的多，郭德纲段子也都讲过这个，也都讲过这个东西了，把上边捂住，把上边捂住，嗯，下边都一样。大自然的产品，大自然的馈赠，跟时令时间紧紧连在一起。嗯，我原来还听一故事啊，就是从我这个花生里边有虫子，嗯，说是三件事情答案都是同一个，就是拔碗了。一个就是说牙，像我这破牙，嗯，说被虫子给蛀了，就是牙，嗯，拔完了。还一个是什么东西？我现在都是原来79年跟那个捂着上边捂下边那个那段子有时候听的，嗯，萝卜长老了吧？萝卜长大了还是怎么东西？萝卜烂在地里了，啊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还一什么东西啊，孩子生出来了，牙怎么着了，说答案都是拔碗了。这白鼠就是我当年，不是当年，我一个月前那个西瓜红那时候还没长成的小白鼠，这白鼠啊拔碗了，嗯，也不叫拔碗了，其实正合适，比我说的那个大，再过一个月冬天偶尔再去拔，那白鼠就拔完了，嗯，拔完了。